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记第五百八十四面，五百八十四面第七行。 最后两个字看起，啊，第七行由上可见，菩萨于一切法，能知能行，能知种种所行之法与所证之道。 从上面呢所说的无也，肉眼、天眼、法也。那么可知菩萨于一切法啊，事出世间，没有一法了，不知道。 这个说法，现在有很多人不赞同啊，认为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，只有过去宗教。 对这个上帝、神的赞美是全知全能啊，这人不可能做到的啊。那神呢，到底有没有，还是个疑问啊？这是个赞叹的名词，在大乘法里面告诉我们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 啊！菩萨知道，佛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。大乘教里面说，这是一切众生的本能，自信里面本具的般若德相。 纵然在迷，依旧没有失掉啊！慧能大师所说的“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”，啊，具足的意思就是说这个，于一切法能知能行。 没有不知道的，没有做不到的。啊，众生因为迷失了自信。啊，注意一定要记住，是迷失，不是真的失掉了。如果你现在觉悟了，不迷了，自信里面智慧的能就现前了。 你就得到真实的受用，这个真实的受用就是于一切法，是处世间一切法，过去未来，啊，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没有一样不知道啊。 啊，科学家今天所知道的是一部分。啊，比如我们说的小而无内，佛法里面它的名词叫极微之微，这最小的物质不能再分了。 啊，再分就没有了，叫零虚尘。啊，今天量子学家发现最小的物质，应该也是不能再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。啊，小到这么程度呢？科学家也把它。 数量说出来了，以一个电子做单位啊，电子很小，肉眼看不见啊。我们知道原子核就好像太阳系一样啊，当中原子核有很多个电子环绕着旋转。 确实，像一个小星系的模型一样，啊，当中有太阳，围绕着太阳的有行星，围绕着行星有卫星，啊，原子真的是个小模型。 宇宙就是这个小模型的扩大而已。那这个量子有多大呢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一百亿个啊，也成为微中子，一百亿个。 组成一个电子，那换一句话是，量子的体积是一个电子的一百亿分之一，没法子看到啊。 它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，啊，波动的速度非常快，这个速度科学家没说出来，在佛经上，弥勒菩萨说出来了，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。 他们存在的时间是一弹指的三十二亿百千年啊，三十二亿乘一百个千，三百二十兆。 速度这么快呀、啊！啊，如果用现在说一秒钟，一秒钟我们弹指，弹五次的话，应该没有问题，可以弹到五次。那就是一秒钟的，一千六百兆分之一。啊，一秒钟，它震动的频率。 是一千二百兆次啊！每一次就是他生命的时间，有多快！而每一次里面，佛又告诉我们，一次里头有成住坏空。 这更不可思议！啊。这样小的物质，在这么快的运动之下，几乎是不存在。啊，不能说它不存在，它有。啊，确实有这个现象。这个现象真叫刹那生灭，不可得。 这么小的物质里面，佛说，它里面有大千世界，大千世界没缩小，这个小微点没放大，能互相相济相融，啊。 这是你现现在科学哲学里面都属于不可思议啊！那佛告诉我，们，这是宇宙之间万事万物的真相，诸法实相啊！啊，谁能知呢？ 菩萨能知，为什么菩萨能知？菩萨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他能知。菩萨能正，因为他没有起心、没有动念，不起心、不动念就正。 啊，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他就知道。那今天的科学与哲学，没有离开分别执着，没有离开起心动念。啊，所以我们认为科学家很了不起，他们用数学来推演。 用科学仪器来观察，啊，居然能看到阿赖耶，啊，前面所说的现象，阿赖耶的现象啊，极为之谓也，啊，看到宇宙的缘起。 不过，这阿赖耶从哪里来的，他就不知道了。啊，阿赖耶的三系相：能量、信息、物质，科学家发现了。啊，佛法的名词叫阿赖耶的业相，就是能量；信息是阿赖耶的转向。 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下。啊，要没有现代科学的证明，我们对佛经上说的这些话没有办法完全相信，只是勉强的相信。为什么？佛菩萨没有妄语。 佛菩萨见到的、听到的、接触到的，跟我们空间维持不相同。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相信佛菩萨讲的是对的。 如果我们能行，把起心动念方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我们就真的了，跟佛菩萨没有两样。啊，在法华经上所谓的入佛之境，啊，我们也岂如佛之佛界。 就是能治啊，能治决定能行啊，能行什么呢？能放下了，这就是能行啊。放下见思烦恼，你就证阿罗汉了。为什么不放下？ 放下见思烦恼啊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所以六道不是真的，六道像一个梦境啊。佛讲经教学常常用梦幻泡影来做比喻。 因为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，梦中不能说没有，也不能说有，啊，一觉醒来之后，梦中所有境界了不可得。如果我们真的阿罗汉了，啊，也就是说，放下对一切法的。 执着，不再执着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六道怎么来的呢？是你有执着，就有六道。执着是六道的因呢。啊,啊，有因当然就有果。啊，业因果报。 丝毫不爽啊！啊，那么非常可惜，现代人只重视在物理上的研究，把心理疏忽掉。 现代科学家虽然发现物质的基础居然是心念，就是念头。人要是不起心不动念呢，物质现象就没有了。物质现象是起心动念变现出来。 最近三十年，才发现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这个发现是有价值。的。 有不可思议的价值，因为它证明了大乘教里面佛常讲的：一切法从心想生，物质现象是从心想生，精神现象也从心想生。 啊，人的心想。我们真的明白了，真的肯定了，也丝毫不怀疑了。这个力量是无穷大了。今天地球上这个灾难呢，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解决。 啊，只要念头纯正，地球上任何灾难都不会发生。啊，灾难从哪来的？是一切不善的新鲜累积而产生的现象。啊，我们把念头转过来。 气卧阳山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地球上的灾难就没有了。我们自己身心的疾病也没有了。啊，这说明心念。 是十法界一真庄严的主宰，妄想真放下了，不起心不动念了，十法界没有了。那眼前所现的叫一真法界，祝福如来的。 十宝庄严土啊，明心见性的菩萨都住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他能知种种所行之法。 这个种种，不但是指天上人间，啊，六道设法界的一真庄严，不止这些。他知道过去未来，知道设法界。 无量无边、无数的诸佛插图，这个里头，性象、理事因果，没有一样不知道，没有一样不能行。 只是有时候，他没想到。为什么没想到？因为他没有想。一真法界里面的菩萨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知足，哪来的妄想？啊，于是。 大乘经里面，佛教到我们了另外一个字叫缘，他们有缘，它就不起作用。啊，不起作用，佛学名词叫不起现行。啊，我们今天人家不起作用，他有缘呢，它就起作用。 有缘就能够信是出世间一切法的一真庄严。出世间十八土，世间十法界一真庄严啊，能知能行。 我们自己要相信这句话，因为它是信的，是自信里头本来居住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佛知种种方便。 种种方便也称之为善巧方便，方式方法，便是便宜，就是最适当的方法，最精巧的方法。方法没有一点。因是，因处、因人。 千变万化了，啊，所以叫善巧啊，巧妙啊，这些善巧的方法，能够帮助我们，切入所需求之道。 啊，所以古大德才说：“慈悲为本，方便为满。啊，这是为人家解释什么叫佛教。啊，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佛教，古大德这两句的答复。 讲绝了，真正简单而讲到了究竟圆满。啊，什么是佛法？佛法是慈悲，是方便，震舍智慧。 真实利益啊，方便是真实利益。一普度众生者，名为清净法眼啊，菩萨。 没有自己啊！我这个念头，他彻底放下了，决定不再执着这个生生活，也不会执着我们起一个心念，认为啊，我的想法，我的看法。 完全没有了。这个我是讲，我是莫那十里头一个错误观念，我见这个错误观念所造成的啊，这个我破掉了。 放下了，真我显现了，那可不是假的。真我的自信，就是真如本性。 真我的现象，就是人生万法，万法是真我的样子啊！真我的作用。 是真实利益。成就自己无上菩提，又能帮助别人修因正果，最后也其如无上真觉。 所以经上讲啊，法言清净呐，极乐菩萨之法言也复如是。啊，这一句很简单，把什么叫法言说清楚。 发言是了达诸法，也能帮助一切众生开发言。 望西月，啊，下面第四个是慧眼。望西月，云真地之。跟法眼不一样，法眼是云俗地之。 设法界的菩萨能做到，但是真的之人，设法界菩萨没有。为什么真的见性舍设法界没见性？啊，他原真谛。 理智啊，这是真实智慧，能照空理啊，真空之理呀、啊，啊，无名慧也，法也。 知道一切现象。现代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宇宙之间总的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现象，在整个宇宙射尽了。第一个物质现象。 第二个精神现象，第三个自然现象，啊，能量，自然现象，信息，这是心理现象，或者精神现象。 啊，另外一种是物质现象，科学家能观察得到。那这三样东西从哪来的？ 哲学,学里面所讲的本体，一直到现在没讲清楚。啊，有许多种说法，都很难叫人心服口服。什么原因？没有人见到过。 他没有见到我，没有证的，他怎么能把这桩事情讲清楚？在这个世界，唯有佛真的了，所以只有《大成经》里头把这桩事情讲清楚、讲明白。 古人相信，所以古人依着经典老方法去修行，正德的人可真不少啊！现在人把老方法废弃掉了，老的。 旧了，过了时代了，应当学习新的方法了。啊，新的方法论是纯粹的科学，好像现在。 纯粹科学有相当的局限性，他还有很多东西，好像他没有办法。第一桩事情。 应该在四十年前，台中李老师在慈光图书馆把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，道安法师在台北也办大专佛学讲座。 啊，在中国佛教会的大讲堂，都很有成就。那个时候，道安法师邀请我担任大专讲座的总主讲。 啊！我特地为这个事情去请教方东梅先生。我要求他老人家为我们大专同学开一门课，英明。啊，大乘教讲五明啊，英明，英明就是。 现在科学的方法论，它的性质跟辩证法、逻辑非常相似。啊，开这门课时，老师告诉我：“你们既然修学大臣 就不需要学这门东西了。这一门东西对于初学有用处，但是他不能切入境界。要切入佛菩萨境界，这些东西全没有用。 他老人家说的，我听得懂。禅宗里面所说的“向上一炷”，超越了科学方法论。初级佛学、中级佛学有用处，高级佛学没用处。 用不上了，为什么？高级佛学全部走向了心理学了，比心理更高一级是讲明心见性的不是心理，是性理。 怎么个修法呢？放下就是。你看，越是最高的东西越容易，哪有那么多麻烦呢、啊？啊，慧能大师二十四岁，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啊。那个时候，佛教的道场是学校。 啊，讲堂里面讲经教学，能大师一堂课没听过；禅堂、念佛堂修行，他也没去过一次。啊，未曾在禅堂里头念做一只一炷香。 啊，也未曾在念佛堂去念一天佛，什么都没有。他凭什么开悟了？而且不是小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、啊、他凭什么放下了？ 啊，七心动念、分别之处，统统放下了。这在佛教顿时啊，三大类的烦恼，在忍和尚一句话当中，他突然放下了。啊，大乘教认为这种人。 上上个人，单刀直入啊，一丝毫委屈相都没有，干净利落啊！这一放下就成佛了，不是成阿罗汉的啊！这一放下。 自信里面，本具的无上正等正觉一时现前，就是你放下的同时，自信里面的般若智慧德相统统现前，这叫真德。这是、啊。 慧眼出现了，不但慧眼，连后面佛眼也出现了。啊，慧能大师这一放下无言圆明，这成为一代祖师啊！大夫教化众生，他有佛的智慧。 他有佛的德行，他有佛的方法，同时也有佛的经验。经验从哪里来的呢？祝福如来加持给他的。啊，虽然经上没这句话。 我们能够体会得到，因为有这个例子。你看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》，阿弥陀佛在过去生中所发的四十八愿，无界修行，十界成就，这种功德加持给你。 你真能得到啊！你真的受用啊！极乐菩萨如此，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菩萨，我相信没有例外的。不但释迦牟尼佛能加持你，阿弥陀佛、毗诺遮那，我相信统统加持你。 为什么障碍没有了？所以元真地智能照空理，空理是自性的，就是见性。 故名慧眼。金星月，慧眼即以空智为体，照真空理。真空不空啊？为什么不空？他遇到缘，能生万法。 随生的万法，万法是应缘所生，没有自信，就是没有自体，所以一切万法了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，空有两边都着了，《大臣一章》里面说。 言慧言者，观达明慧，慧能照烛，故名慧什么叫会？啊，你能观，他不叫看。 观跟看是一个意思，凡夫叫看，菩萨叫观。看真言里面有假言在里头。 所以，往往呢，看错了。慧眼是真眼的，真眼里头里头有阿赖耶在里面呢，阿赖耶当家做主了，所以就全看错了。 啊，阿赖也是起心动念、分别之主。这都属于阿赖耶。那么观里面呢，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知主。这叫观。啊，所以观是真心的，看是妄心。 妄心，所以他会看错；真心，他不会看错。啊，所以他观，他达通达，这叫慧。慧能照出，能照变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，现象。 李四因果没有一样不同的啊，故名会眼。有见真者，慧眼见真呢、啊？净音乐能见真空。 不明见真啊！真空在哪里？就在万事万物里面，没有一张是，没有一件无，不是真空。谁能见到？ 菩萨能见到啊，什么菩萨？法身菩萨。前面我们讲法言，他是元俗地质，是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，他能做得到。这个慧眼呢，它是元真地质。 只有化身大事。他能做到；设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做不到啊。他比设法界高啊！啊，这个见真呢，就是见性了，他明心见性了啊。 大臣一章里面说，会了解破相空体，即见真空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慧眼能见一切现象里头的心、相。 性，它是能生能写，相呢，是所生所现。能生的是真的，所生的是虚妄的。啊，为什么？能生的不生不灭，所生的呢有生的。 啊，男生正常，所生的呢无常，他多清楚多明了啊！在一切现象当中，他可以受用，非常欢喜的受用，他决定没有执着。 啊，我们一般人讲，控制占有，他绝对不会有这个念头。为什么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《般若经》上所说的，一切法，包括我们的身体，包括我们的心理。 就能够思维想象的这个心是妄心，都是假的，都不可得。啊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他看得太清楚了，硬化在十法界。 帮助设法界这些迷惑颠倒、造业受报的苦难众生，他在这个里头优化了啊，做种种事心。演说种种妙法。 他连痕迹都不沾了，这叫照空大俗啊！啊，他为什么不沾？根本就没有现象这个事情啊，所以他不沾。 啊，我们今天对于这些现象，确实还有控制的念头，有占有的念头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我们对这个事实真相啊，没有真正认识。你说不认识吧？你今天读这么多年，听这么多年，听得都耳熟了。 自己都能说了，啊！但是自己放不下，这个能说不能写、嗯，不是真智慧。这句话说的好啊，我们得到的不是真智慧啊。啊，真智慧是什么？真智慧是正悟。 我们得到的是解悟，听别人说的，听佛菩萨说的，经典都多了嘛？这些经典是这么说的，毕竟不是我们自己境界、啊。我们今天明白了，觉悟了，解悟不行啊。 务必要正悟啊！那要正悟，觉得这能行啊？能行是什么意思？能放下，就叫做能行啊！包括念佛堂那些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的，你看堂主哎。啊 堂主有一句口头禅，常常在嘴里头念着，提醒大家放下身心世界，放下身体，放下念头，放下世间所有一切，都不要放在心上。 但提一念,念，啊，只提起这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或者是四个字“阿弥陀佛”，一直念下去就行了，就成功了。不允许有杂念渗透进去，啊，一念佛里面有杂念，把你的功夫破坏啊。 所以，念的很多年，功夫不得力。为什么不得力？有妄念夹杂在里头。念佛功夫真正得力，得力了，不在乎念得多少。 每一天，念十万声佛号不多，念十声佛号不少。关键在哪里？关键用真心，没有一个不往生啊！用妄心不行。 啊，用妄心不能往生啊！啊，妄心是什么心？自私自利，名闻利养，七情五欲。 贪嗔痴慢妄想，每一天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通通都是用妄心。念佛也是用妄心，所以只能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结个法缘。啊，在这一生当中啊，不起作用啊。 过去中就不能往生啊！啊，那这一生活我们要往生，真正求往生，那你用真心，别用妄心。 心正，在一切正；心真就一切正。关键在心啊！生活用真心，快乐；工作用真心，待人接物，样样都用真心。 古大德给我们提出了四个字，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念念奉行，念念不违背。这四个字：诚、敬、谦、和。诚是真诚呐，敬是恭敬呐、啊，用真诚心。 用恭敬的态度，啊，谦虚、和睦，这四个字是真心，决定不是假的。啊，望心做不出来，真心在自然流露。 我们不能不知道，用真心去享福，用真心去念佛，一句、十句，功德不可思议。知度论曰：“为摄相故，求慧。” 得慧眼呢，不见众生，净灭一意相，舍利主主不受一切法，智慧之内灭，使名慧眼。这《制度论》上说的，说得好。 啊，为什么求慧眼呢？为实相。实相是什么？一切法的真相啊，事是,是真实啊。慧眼能见实相啊，没有慧眼见不到实相。 随菩萨向明心见性，那没有慧眼怎么行呢？啊，慧眼就是真舍智慧，你才见到诸法实相啊！得到慧眼呢。 你就不见众生了。这个可以给我们真正修学求慧眼的一个验证。啊，你还见到有众生，就说明你没有得慧眼。 啊，那慧眼现前怎么样呢？所有一切众生，统统是菩萨。你还看到有众生，没有看到菩萨？你没见到。如果你得佛眼呢，你看一切众生皆是佛。所以。 你自己在哪个阶层，自己清楚啊！啊，什么时候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你什么时候看到一切众生皆是菩萨？说明你慧眼开了，你见到真相了。 啊！一切众生真是菩萨了，一切众生都在行菩萨道哎，做善的行菩萨道，做恶的也行菩萨道，你没有看见？ 慧眼开了的人，像一个什么呢？像一个从六道里头超越了，超越。回过头来看六道，六道是什么？是大舞台，这么多菩萨在表演，表演给谁看的？表演给我看的。嗯，他们都是演员，我现在变成观众了。 哎，你看，造善得善报，造恶得恶报，演的多逼真呐、啊！真有这回事情没有？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 啊，得到慧眼之后，你就晓得了。这个舞台上是表演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造善音不是真的，得善果也不是真的，造物也不是真的，地狱果报也不是真的。真的是说，真的就是一个相啊。 一切法皆入啊！啊，才晓得这个菩萨这么多菩萨了，演一场戏帮助我开悟，帮助我成佛，这一切众生都是我的恩人。 这个，这一场这个戏戏剧，谁能看得出来？啊，所以他底下说了说这一句好啊，你看，尽灭业异相。 意象、意象都没有了啊！你还有意象，还有意象，有意义是什么？分别、啊。真正到不齐心、不动念了。 哪来的意义啊,啊？一切法有没有幻有、妙有？为什么呢？一切法了不可得，这是真的见到诸法实相了。 学力著着，这是执着。于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执着没有了。啊，也就是有，我们讲的很粗。举个例子，控制的念头没有了，占有的念头没有了，心地真的清净了，一尘不染。 啊，不受一切法。啊，一切法在面前，不受是非，决定不干扰你，不影响你，你不受影响，不受干扰。 啊，像看电影一样，荧幕上的画面，无论怎么复杂，你确实没有受到干扰。为什么它是假的？这一场演完了。 银幕上一片白光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啊，这一片白光就好像什么长极光现前了，最后现出了真相，真相是长极光。有慧眼的人很厉害。 屏幕上的色性正在上演，他已经看到长寂光了。这见性不着相啊，着相就不见性了，不但不受一切法了，智慧自内灭。 啊，一切法是外面的，啊，能见的是自己的智慧，啊，就是慧眼了。慧眼也没有了，如果还有个慧眼，那就有病了。哪来的慧眼呢？内外双离。 圆圆满满进入一个境界，长极光的境界。常光就是自己，长极光就是万物，自己跟万物确确实实一体。在这一体里头，分不出哪是自己，分不出哪是万物。 万物跟自己真的融成一体了，啊，水乳交融啊，这是大圆满。又思业精营慧眼未见何法呢？ 啊，是一金山都问的好啊，慧眼见什么法？答言：若有所见呢，不明慧眼。答得好啊！啊，真是智慧先前了，照见一切法空啊。 照见一切法的真相啊！啊，我们往下面看，慧眼不见有为法，不见无为法，所以和有为法皆虚妄分别。 无虚妄分别，是慧眼；无为法呢，空无所有。过诸言道啊，是故慧眼呢、啊，也不见无为法。无为法跟有为法是相对建立的，有为法没有了，哪来的无为法？ 我们要知道，这是如来的方便说啊！真正的佛法是什么？没有言语，没有现象，那是真。 有言语，有现象，已经就不是真的了。怕你着想。啊，怕你起心动念。只要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知足 一切现成的，你全都得到了。啊，四意经上这个话说得好啊！以上广引经论来解释。 慧眼见真，啊！这里面《思益经》跟《大论》说的最为精妙，《大论》就是这个。说的好啊！啊，该聊聊经。 无所见，不见有为，不见无为，方明见真呐、啊。谁见真呢？佛见真。啊，你是佛知佛见你得到了佛知佛见，你就成佛了。 啊，凡夫见到的是妄想，见有见无，没见到真相。真相里头没有有真相里头没有真假，真相里头没有邪正，真相里头没有染净，没有善恶。 啊，样样清楚，样样明了，心里头痕迹都不着，你见到真相了。啊，这个境界，化身菩萨的境界。啊，前面，发言以下。 肉眼、天眼、发炎好懂，为什么它是十法界的？啊，慧眼跟佛言不好懂，因为它是原真的质。地 啊，我们学了有好处，虽然不是自己境界，知道佛菩萨的境界跟我们真不一样，我们会从这里生羡慕的心，增长自己的愿力。 什么时候才能得到？呢？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就证得了。不但慧眼证得了，佛眼也证得了。啊，这底下解有一句解释。 智慧之内灭，即心经之无知有不得，乃了因佛性之所了也。啊，《心经》上有这一句：无知有不得。 啊，此地人的智慧之内面，跟《心经》上这句话意思完全相同。再看幕后这一段，佛言，如来之言呢，因为佛言。 即照料、诸法、实相之一具足的，金星月，一切种子为体，无法不照啊！故云具足啊，佛言具足圆满。 慧眼已经不错了，啊，提升就是佛眼，慧眼是化身菩萨。那那佛眼是谁呢？华严经上讲的妙觉如来、等觉菩萨。 再提升就是妙觉了，妙就上面没有了，是究竟圆满，成为具足啊，佛言具足啊，具足是大圆满呐、啊，啊，没有丝毫的欠缺了，啊，这个如来妙就如来。 但成为佛爷照料诸法实相之音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一样不明了，没有一样不通达。大家一定要清楚，要明了，佛爷也是自己。 本来具有的，为什么你本来是佛啊？你现在为什么成成不了佛？是因为你不敢承认呢、啊？为什么不敢承认呢、啊？你有疑惑。 贪嗔痴慢疑啊！为什么有疑呢？你迷得太久了，你迷失自信的时间太长了，在轮回里头，无量劫以来。 你染着不善的习气，这些习气对你来说，跟你太熟悉了，啊，反而对自信啊生疏了。讲到自信啊，不懂，懂了也不相信。 啊，这是你回头唯一的一个障碍，最大的障碍。如果你真能相信，真能回头，凡夫成佛，一念之间呐。在六十年前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：“大乘佛法，智难行易。” 一点不错，你要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太难太难。你要想成佛，很容易，放下就是啊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。 为我们表演的十九岁，放弃王位，放弃宫廷。 富贵的生活，立家去学道去了，去求学去了，这个世界。 是为我们在表演，放下烦恼障。十二年的学习，当时印度所有的宗教。 所有的学派，他都去学过，真的是广学多闻呐、啊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无世界以来求知欲望的习气。 啊，到三十岁这一年，他学了十二年了，大概也没地方再没地方去学了，到菩提树下就入定，把十二年所学的统统放下，这放下什么？放下所知障。如果这个东西不放下了，障碍你开悟。 障碍你坚信，这二障嘛，烦恼障、所知障嘛。你看他给我们表演的：十九岁放下烦恼障，三十岁放下所知障。你不肯放下，你就被炸了。 你怎么开悟啊？你怎么得定啊？啊！师尊这一表演，我们也会看呐、啊，啊，看出门道出来呀、啊。哦，原来大彻大悟是这么一回事情啊！放下，原来就是。 那我们不会看，世尊这个表演不是白表演了吗？啊，都会看呐、啊，听经是会听呐、啊，关键在个会字。 啊，随释迦牟尼佛的实现，完全是一个知识分子。啊，这个世世间呢，知识分子是占大多数。啊，他表演一个知识分子，广学多闻。啊，用这种姿态。 出现在世界啊，那么在中国，唐朝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，他为我们所实现的，不是知识分子。 啊，是一般生活非常清苦的劳工分子啊，他是樵夫啊，靠劳力生活，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。 啊，每天到山上砍柴，挑到城里面来卖。这个行业现在没有了。现在每一家烧饭呢，用电用瓦斯，不用柴火了。 啊！可是给诸位说，七十年前，中国大陆一般城市都烧柴火，城市里面没有电，没有瓦斯，而且没有自来水，所以有卖柴的，有卖水的。 这个都是苦力了，啊，挑水，河里面的水，那个时候河水很清呐、啊，河水可以可以喝。我们小时候啊，小溪里面的、河流的，啊，甚至稻田里面的水都可以捧起来喝。 那、啊、没有听到有什么传染病没有？在在抗战时期，啊，昨天于老师到这儿来，你看我给他谈起我们小学同学，啊，回到七十年前，想想那个时代，有卖柴的，有卖水的，那我们谈起来。 他懂啊，那比别人没有见到过，别人不懂啊。啊，慧能大师实现这个身份，啊，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一时顿时。 啊，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一起放下，这一放下就成佛了。成佛什么样子呢？头一个你能够看得出来的，智慧现前了。啊，自信里面的本有的智慧德相，通通现前。 德相不容易看出来，智慧很容易看出来。为什么他什么都懂了？没有念过的经经书，你念给他听，他能讲给你听。无论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全懂。 这说明什么状事情呢？行易、啊，知难呐、啊。啊，可是，如果你要不不是彻底知道的话，你怎么肯放下？放下，智慧就开了。 智慧开了，你才真肯放下。那么，我们从慧能大师那里看到，好像看破放下了，它是一次完成的，啊，刹那之间，他做的那么彻底。 做的那么圆满，啊！这告诉我们，凡夫成佛不难呐、啊，难在你自己不肯放下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 啊，所以经先法四书啊，佛言是一切种子为体，一切种子是什么？是究竟圆满的智慧。大乘教里面讲佛只有三种。 第一个叫一切知第二个叫道种智，第三个叫一切种智。声闻缘觉证得的是一切智，菩萨证得的是道种之。佛所证的叫一切种 啊！一切知。知法总相。啊！一切法的总相是什么呢？万法皆空，了不可得。这是法的总相，所以他能放得下了。 啊，他能够超越六道轮回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阿罗汉证得了一切之。但是你要问他，这一切现象怎么发生的？为什么会这个现象？阿罗汉不知道。 菩萨之道啊，这种智慧、啊、叫道种智。道是道理，一切法从哪来的？什么个道理？种是种种，种种法缘起的道理啊？为什么会有？ 啊，所以一切种子啊是知本体、知体，道种子啊是知道现象，啊现象跟作用，他知道这些。 那一切种治就是一切智根到种智完全了解，通达明了，如来所得的啊。佛言是以一切种子为体，所以一切法的体、理、体、现象、作用。 他们又一样不知道，叫无法不照，故曰具足。佛言具足，盖谓佛言之本是无上殊胜的。谓之本身。 但亦兼有列者，列者呢是其余四也。佛言是本，前面讲的慧言、法也。天也。 肉眼都是末、啊，佛言才是本呐。啊,啊，无上殊胜呢，是为本身。啊，当然，肉眼的功能，佛言通通具足。 啊，前面说这四言的时候，佛言通通具足啊。至于本身者呢，能见佛性也。啊，坚烈者是兼具其余四言之用，故能照真俗二谛一切法。 变法界，虚空界，过去、未来，真的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。佛也没有见不到的，佛也也没有遗漏。 那么，我们要知道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有多少佛呢？说不尽呐，佛太多太多了。我们地球上的人口。 还不到七十亿，十方世界佛刹无量无边，每一个佛刹都有一尊佛在那里教化。 啊，佛有多少呢？也是无量无边、无数无尽呐、啊！同学们要记住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不是数量能够说的。 前面说过，尽灭意相，那就是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共同一发生了共同一个发现啊，就是自信，同一个自信。 这不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，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什么关系、啊？一体。我们这个身体是化身如来。 这个大身里面的，好像一个细胞一样啊，没有离开法身呐、啊，没有离开自性啊。大乘教佛常讲啊，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心了，啊，确确实实是,是一个共同体。 我们不知道，佛知道，化身菩萨知道，全教菩萨声闻缘觉知道，没有真的啊。我们今天学大成教学这么多年，我们也知道，我们这个知道是从经典上得来的，啊，是佛说的。 声闻缘觉，全教菩萨也是听佛说的啊，正德，那就是发生菩萨了，慧眼开了啊，真的受用。 我们如果走通途的方方法，要想真的会，绝不是简单的事情啊！佛经上讲的话不夸张啊，要无量劫的修行。 你才能证到法身菩萨啊！可是现在，我们的运气啊，太好了。 遇到大臣里面的敬宗法门，这运气太好了。凡是遇到这个法门的人，只要能在这一生当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但慧眼就得到了。 到极乐世界，佛言也得到了，哪有那么快呀？那真那么快啊？什么原因呢？阿弥陀佛的佛言借给你用啊，不是你修得的呀、啊，啊，佛借给你，你真管用啊。 得到弥陀威神的加持加持，就跟阿弥陀佛好像是差不多了啊，你就有能力在设法界像佛一样以种种身。 硬化在世界。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、利苦得乐，这叫佛寺。啊！得到阿弥陀佛为神加持，你能做佛的事业了啊！不到西方极乐世界难。为什么？我们虽然有这个智慧。 智慧透不出来啊，这是真的。只有这一条进路，一生当中能成就，不要等到第二生。而且真干的人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三年到五年是决定会成功。 啊，就怕你不肯干，啊，肯干真干，这三年五载呀、啊，你就成佛了，啊，真的往生极乐世界，啊，如果。 慈悲心重，还想在这个世间用这个身体来弘法利身。啊，帮助一些有缘的人在这一生求生净土，啊，以法师的身份来教化众生，行。 啊，那三五年的时间不够，至少要十年。啊，具足基础的德行，这如是道的三个根要做到，然后一门深入，十年熏修，你就能如愿以偿。 啊，可以满你的愿，你能做得到。十年专攻一部经，你会得念佛三昧，你会开悟，都做得到，不是做不到的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